针对就来了哇，就是美国名模哇，这些很好的，很漂亮，都是他自己穿的，他很喜欢自己穿啊。我嗰日我個同家姐，因為我同家姐姐又嚟埋，佢哇好靚，我哋幫忙穿啦，幫忙穿。幫忙穿嘅，針對性，他很喜歡穿。你看，你讓人穿，美國穿是這樣。呢啲係 K 金啊，用我哋攞去做過 test 嗰啲大珠嗰啲，全部係 K 金嚟嘅。但我有材料，我平賣咗佢。隨便賣，隨便賣，多少錢一條啊？68，白水晶啊。這是白水晶。这是白纹石，这和黄纹石。那 Jasper， 我最喜欢叫 Jasper 白纹石啊，你叫白纹石。因为他们要是翻译成就是，这个是很有名的这种石头，不是一般的石头来的。Jasper， 68。这是 Mother Pearl。Mother Pearl。也 Mother Pearl。大概30寸左右了啊。32寸。32寸。这都是32的。哦，这个是真正的青金石，青金石哇，这个很好啊，对吧？你就是买这个青金石，买不到的，那这两条嘛，这是32寸，对对对。这是找了一些是 Father Day 来的 ，Father Day 啊 ，Father Day 卖的很多，就剩下不多了。哇，495，这是金戒哦，金戒都不止了，第一金戒哇，真的。做着那个 Father Day， 大家可以选一些。哇，这个真的地狱金戒，真的495，对，地狱金戒哦。445，哇，都是第一金戒，都是现在金价虽然是上上下下，但是我这个都第一金价。然后这个是14K8.2克，999，这么还有这么多金呢？对呀，这么多号码都写在上面，我很多钻石，那个多少号？哇，才395。对，马鞍就是因为金重嘛，四点。现在都做不了啊。对对对。哇，真的做不了啊。是4.6克，495。回馈自己的客人好，那个。父亲节，大减价。大减价。翡翠戒指。18K 9.6克，1100，哇，这些都不错，真正深情回馈哇，真的，对，卖掉就是不是4K8.4克钻石，900，写的很清楚的，对，淡玉就是真材实料。实实在在，那个鲍鱼扣肉饭仲要靓。哎呀，哇，18K 才2450，18K 17.7克，钻石2卡拉多，真材实料啊，实实在在的金啊。18K 6.5克，写的清清楚，而且我钻石都非常干净，非常亮丽的，质量蛮好的，那种货。这个 Happy Diamond 漂亮啊，1550，你看很多钻石，14K 钻石1卡拉2，12克，哇，这个很好玩，是蓝玉，现在不做了，这做出来两倍价钱都做不了啊，你看还有这些很有动感 ，Happy Diamond。1350，14K， 2卡拉钻，这很多钻石，手工非常的好。2265，哇，钻石很亮的，这是14K 13.多克，不亮的那个。钻石是差不多三卡拉，对，很重很亮。这些只有以前才会做这么重的，现在以后不可能。金价越来越贵，对，银价也涨了，不是涨一点点。严重，你好，哎，好了，哎，你两个坐在展示馆又做紧嘢 ，OK， 对，好快好快，对，等这个14K 25.8克，你要多少钻石？哇，三卡拉，低过金价，低于金价哦，人工不算了，对，哇，这个才两千。
多少啊？7800，是哪个价钱呢？红色的价钱，7800，14K， 25.8，三卡拉。三卡拉钻石，这动不动都12000-15000的了，这种都是。你看这个，950，14K， 9.8克。哇，这才630，18K 耶，6.9克，便宜吧？超值，超值，超值，超值啊！14K， 9.8克，很大气，810，漂亮。现在金价就是拿金子都要这，还有钻石呢，还有手工呢，对吧？550，钻石14K 5.1克，这个很重的，手工非常的，这个款也很好，5600，18K 22.7克，手工非常的精细，钻石三卡拉，哇，看上去就像十卡拉的感觉，所以手工好的效果就是这样。这是18K 5.6克钻石，这个、不想卖，610，哪个不想卖呀、啊？我看看是吧，因为我们做个直播的，谈一谈，谈谈。这个真的不想卖。哎，这个很亮哦，对，我不想卖。6800，18K， 不想卖，看看而已。OK， 15.9，还有不想卖的 ，Oh my god， 这是。给女儿嫁妆，哎呀，你女儿才这个暂时不卖了，不买不想卖。这个还有一个 Happy Diamond 的，1890，18K， 15.5克，漂亮。这个紫是14K， 钻石宝石，950，这个有 B 字头那个感觉。啊，对，是一个牌子来的。对 ，B 字头的感觉。现在你知道宝石都在涨价，都在涨，宝石涨得比钻石还多，比钻石还厉害。你看这个佳士得今天刚刚拍卖了，都是宝石，宝石领先的，宝石跟彩钻啊，对。所以就是有颜色的都值钱，这个就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了，是不是？对啊，2800，那这个也很好，14K， 三卡三，漂亮啊！那这些就是三卡，对，永远都那个流行的、啊、，OK， 对，因为这个永远都那个，金子又重，对，这个好，很完美的这个，还有这个。14K， 这个4200啊，14K 钻石五卡，我觉得这个小的更好啊，更亮。14K 12.1克钻石一卡拉55。漂亮，哦，这个才13860啊，真超值，真的是吧？第一，对啊，就是金戒了，就是金戒而已。你看，这么重，现在以后不会有这么重的，做不来，对，12.1，你在淘宝也都不容易淘得到的。OK， 这今天这两个是99啊，不要看那个100、300都不管，就这两条，就今天是99一条，天然的珊瑚，新型的啊，天然的啊。不是金扣，不是金扣，不是金扣，要金扣就加金扣子的价钱，就是，对，今天是99一条，哇 ，OK， 这个是14K 金的，非常重，哦，这是OK， 天然的玛瑙，天然的紫玉，天然的 black onyx， 就是这个，不是，我们是老老实实讲句话，地方玉，地方玉，但是这个14K 金，现在你叫师傅做这个14K 金，超过这个价钱，495，对，这是能打开的，所以对，可以打开的，14K 金的，
490，对，然后这一批是有证书的，因为上次有个客人我一下子找不到又忙，所以这个都有证书，我就把证书留下来了，我就偏好把它偏好了啊，一号的证书，二号啊，有三个大的，三个中小的啊，价钱都写在上面，非常漂亮，雕工也很好啊，三个大三个小的啊，不好意思，上次那个说找找证书，我一下子没有留下来，就这次就把证书都留下，就是大家就比较啊，立即来，立即就有证书跟着走的，手工非常的讲究啊，不是一般的师傅可以雕得出来的，因为他每一个啊，每一个的花，他手工雕的每一个花都不同的那个位置，所以这就证明它不是机器雕的，手工雕的，你就是手工你都非常的昂贵，现在这个那是自己的厂出的东西，所以可以便宜的出。这还有多，好，这帕柱，对，好，那现在就帕帕，哎呀，又有叫帕柱，谢谢大姐。